院长，问天已经带着太古妖剑往拜见城去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即出发。院长，我们也去。院长，我虽不懂什么大仁大义，但是问天是我多年的好兄弟，他有难，我不能不管。还有我，无为。院长。 我跟问天出生入死，我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就算你不让我去，我也会想办法跟着去的。是啊，拜见城的太古妖剑力量如此强大，多一个人也多一分力量。嗯，好吧。牵手，学院不能没有人镇守，你留下。是。 陌上与我一同前去。是。千行啊，皇城内乱刚刚结束，我怕皇城还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就留下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好，我留下，你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拜见城非比寻常，你们此去。 务必小心。是，师父，瑶儿跟秦将军在皇宫，请你多多照顾他们。好了，时间不多了，准备出发。是。圣君，拜见城的紫箭隐隐作动，莫非是秦问天和太古妖剑已经回到了拜见城？近几日异象不断。 乌云越发汇集向拜见城的方向，秦问天恐怕还是未能摆脱妖剑的魔性。人如剑，剑若人。太古妖剑虽有灵性，但煞性更大。若秦问天与太古妖剑彻底合二为一，那妖剑恐怕会回到拜见城，召唤紫剑。圣君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 既得知秦问天下落，事不宜迟，召唤四郎，即刻出发。是。爹，我也去。倾城，我当然希望你在我身边，但拜见城对你来说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你去。可是秦问天在哪儿？我必须去。我向你保证。 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伤害他，除非他以无可救药。好吗？倾城，你是这世上我唯一在乎的人，我和太古妖剑的恩怨，必须要有个了结，但我不能让你受到一丝伤害。如果我娘在拜见城，你可以选择不去吗？ 不起你们叶家。
你不要如此赶尽杀绝。晴儿她做错什么了？你为什么要杀了她？我是有错，可你呢？就为了你的一己私欲，还要害多少人？现在好了，我们白家已经家破人亡了，你满意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别再跟着我了。师父，你看，看来问天到拜见城了。我们要加快速度了，不然天下苍生会有危险。我带你回家了。Thank you.
叔父，秋雪，秋雪，叔父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爹的事情，我一听说就到处找你，四处打探，都没有你的消息。现在好了，你回来就好了。叔父，我把晴儿也带回来了。晴儿，晴儿，是叔父对不起你。当时要不是一时生气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不，叔父，是秋雪不孝，我没有照顾好妹妹。若不是我的任性，我们白家也不至于沦落至此。不怪你，是我和你爹不好。当时我若是劝阻大哥，哪里会让白家被叶家害到如此地步？是我们贪心，才会让你们承受苦果。不是，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姐妹两个呀。叔父，没有。晴儿，秋雪，快走，快点！我们回家吧。孩子，去吧。叔父，我……你是我白广成一手带大的，我又怎么会不了解你呢？太古妖剑出世，问天为了拯救天下苍生，拔出妖剑，自己却被魔化了。现在天空出现异象，都汇聚在拜剑城，我担心。我明白，秋雪，你本性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我并非不明事理之人。国将不存，何以为家？秋雪，你又是个修行之人，和我们相比，你肩上更多了一份责任。去吧，叔父在家等你平安回来。好。
圣君说过，你不能离开这里。圣君是为了你好，拜见城是什么样的地方，你不知道吗？秦万天被妖剑所困，我今天必须得去。你俩让开。少主，圣君的命令我们不能违抗，请少主不要为难我们。太古妖剑的力量有多强大，你们都知道。如果我今天不去的话，无论是秦问天还是你们的圣君，都会死在那里。你俩想眼睁睁地看着他去送死吗？我是守剑灵界，这是我的使命。少主。这次势必会有一场恶战，你们几个要多加小心。是。圣君放心。圣君，怎么办？好厉害的剑阵，要硬闯吗？以你们的修为，硬闯此阵无异于找死。你们在这等我。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？如此明显的征兆，要找到妖剑不是难事。你们终于来了。我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驾驭我的主人。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们毁天灭地。太古妖剑，今天我就要为皇报仇。就凭你？哼，有本事就来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天下人与我何干？
我只要秦文天死。小心点。叶无缺，你们叶家沧海忠良，坏事做尽，如今还不知悔改，老天迟早会收你的。你自己不要命了，难道你还不顾你身上的孩子吗？我不要你管。这里危险，有我就行了。事关天下苍生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？没错，我也来帮忙。好，后生可畏啊，不愧是能搅动军令宴风云的人物啊。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，苍生有难，我岂能不管。前辈，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，等我们破了这紫剑阵，我再与你把酒言欢。这次多亏了二位前辈帮忙，破阵了就好。善待我们的孩子。叶无缺罪恶多端，为了一己私欲害人害己，如此下场也算是罪有应得。百年了，妖剑的力量越来越强了，所以如果现在不除掉它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不容易啊，
否则当年帝苍师兄和皇也不会轻易牺牲了。你还敢提他？帝熙，我知道你怀恨帝盟多年，但现在这样的情况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。你少在那假惺惺，你走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我想你应该清楚，就算你我联手也未必能敌得过妖剑。现在的妖剑已经今非昔比了，我想你最终的目的不就是要毁掉妖剑吗？而且倾城尚在，这么多年帝盟护他不也是功劳吗？如果妖剑不除，无论他是否训剑都活不了。师兄，不为天下苍生，为了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考虑考虑吗？我警告你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毁了妖剑。如果秦问天还不清醒，我只能杀了他。太湖妖剑，我今天要毁了你，为皇报仇。就凭你们？第一，没想到还有机会跟你并肩作战，我倒要看看昔日帝盟十七帝五百年后功力有何长进。哼，请师兄指教。好，
不，我不能杀他。皇，这不可能。我不杀他，他就会杀我。我不能被魔化，我还有倾城，还有兄弟们，还有恩师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这些人早晚都会背叛我，抛弃我。我生来就是为了撇开这天地，成为世界的主宰。倾城，不，
保护我，我现在也保护你一次。我母亲枉为了保护苍生，甘愿与爹分离，以泄其愆。是我的使命，我不能逃离，更不能让你以身相敌。倾城，你不能死，不能死。能与你相遇。